彰化鹿港镇长补选在即，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再度下乡，帮民进党参选人黄镇彦造势。蔡英文抨击马政府带头物价上涨，让人民失望，呼吁大家用选票让政府听到人民的声音。蔡英文下车，民众的加油声四起。加油，蔡英文！加油，蔡英文！明明是来帮黄镇彦扫街，怎么看到小英就这么高兴？大家赶紧再帮黄镇彦喊动算。喊了这么大声，有人说因为心情很郁闷，尤其最近油电大涨带动物价波动，蔡英文抨击政府是元凶，政府应该扮演一个市场的缓冲者的角色，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政府比市场的涨幅跟这个比市场的这种涨价来得更凶猛，所以这个是一个政府对自己角色认知的错误，造成人民的痛苦。那我也觉得这个政府在感受人民的痛苦还有跟人民的感觉真的差很远。蔡英文呼吁大家用选票让政府听到人民的声音，透过鹿港镇的证明，我们的乡亲的选票来表达出来我们的不满，那么给我们这个现在的执政者一个警示。鹿港镇过去选举的政治结构都蓝大于绿，不过今年初总统大选，蔡淑佩在鹿港拿到25,150票，比马吴佩还多出了2,000多票，让国民党倍感压力。为了帮蔡明忠助选，国民党主席马英九3月底还特别安排到鹿港 homestay， 胡敦义更连续4次南下为蔡明忠造势。毕竟马英九在鹿港小镇支持率的好或坏，就看这一战。民视新闻庞志龙彰化报道。